你现在住哪？你为什么住客餐店？老板说炒就炒，连群租房都要加租。那疼死了吧，吧，这让我上哪儿去找？你觉得我不想自力更生吗？真的没人雇我？你只是破产，求求你们，我要住他们客房。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？ 过完这两天就会好的。我是个投资经纪人，记不清对多少人说过，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投我这儿。少什么？找钱。直到今天我才发现，我学的所有经济学理论，我干有啥？ 都是胡扯！怎么着？来来来来来来，慢点慢点，让我走啊！让我进去，让我进去！你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这样？现在没有办法，我不停的帮你，就是不想你去坐牢。下来还有什么用啊？我要回去，等会儿我回去。你醒醒吧！感情投资是所有投资中回报率最高的。那这个投资是自己选的，我很开心。 王哥，你看，王可伦，一二三。